所有在音樂行業工作的持份者，包括音樂公司、音樂播放平台、歌手、作曲、填詞、歌手、編曲和和音等等。音樂製作和傳播所需要的人和事物都是樂壇的一部分。頒獎禮會公開在互聯網和電視上播放，宣傳樂壇，令到更加多人認識。而頒獎禮的流程首先就是為音樂人做宣傳，例如歌手拿定獎嗰陣，媒體會訪問歌手，亦都會關注他們的歌曲。然後在頒獎環節，獲獎人會先發表感言，而這個正正會令到獲獎人的曝光率提升。如果那個獲獎人都是歌手，就會演唱得獎歌曲，令到歌曲的曝光率都有所提升。我是大輝就將舉行頒獎典禮，是為了肯定宣揚同業的貢獻，就以香港最著名的樂壇城市即差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為例。獎項裏面包含曬台前幕後，例如即差樂壇男女歌手，我最喜愛男女歌手，即差樂壇填詞人大獎、編曲人大獎等等。獎項象徵住過得獎者在過去一年有突出的表現，得獎者往往能夠獲得大眾的關注。然而，現時樂壇頒獎禮獎項主要都是由專業評審選出，我方認為對比之下，獎項如果主要是由樂迷選出，更加能夠達成樂壇舉行頒獎禮的目的。以下將會從樂迷和專業評審兩方面作出分析。首先是樂迷方面，如果大部分獎項都是由樂迷選出，可以增加投票者參與度，令到他們更加了解樂壇。在2022年度香港即差樂壇頒獎典禮，由評審選出的即差樂壇男歌手金獎，在網上的點擊率只有11万左右，但是由現場觀眾選出的我最喜愛男歌手，在網上的點擊率就已經高達50万，足足相差了5倍。可見當樂迷參與度上升，樂迷關注的動機亦都會大大提升，而且在參與的過程裏面亦都會令樂迷增加對樂壇的了解。要知道，如果是由評審選出，大部分樂迷最後只會知道獲獎的那一個幕後人員、歌曲、歌手等等。相反，如果由樂迷選出，樂迷在投票過程就已經會接觸到很多候選的幕後人員、歌曲、歌手，即使最後獲選，但亦都已經增加了樂迷對樂壇的了解，更加符合樂壇舉行頒獎禮的目的。其次是專業評審方面，現時樂壇頒獎禮的專業評審通常都是業內人士，例如唱片騎師、製作人、音樂公司老闆等等，他們具備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經驗，所以他們的意見其實都是很有價值。不過獎項並非一定要由專業評審選出，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觀的東西，根本沒有所謂的好或者最壞。好像最佳歌手一樣，他們的唱功例如高低音運用夠不夠氣或者有沒有走音，這些都是絕大部分普通樂迷都可以聽得出，根本就不需要專業評審去評定。哪怕專業評審會聽出一些細微的分別，他們只能夠在技術上分高低，但最後都會在眾多的參選作品中選出自己覺得最好的。而這一步就會涉及到他們本身喜歡的音樂和歌手的風格，其實跟樂迷一樣都是這麼主觀去判斷。然而樂壇中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樂迷，如果沒有人聽歌的話，那就自然會再有樂壇，所以樂迷的肯定更加應該在頒獎禮裡面表達到。而專業評審的存在是利用他們擁有的知識，令到樂迷更加去了解業內人士的選擇，從多一個角度賞識音樂。最後我就想問下有方同學，你們認為音樂涉及到主觀元素呢？如果認同的話，當每個評審都有自己喜歡的風格的時候，那他們選出來的獎項為什麼是最好呢？多謝各位。並由他們組成評審團，一人一票選出獎項，因此這個
為我方嘅定義，其實香港真正有專業評審嘅頒獎係只得一個，就係、是、金帆班、金帆音樂班、金帆頒獎班、金帆頒獎禮。第三為主係指頒獎禮獎項都，所以話而另一方面為第三為主係指頒獎禮獎項都應該由評審選出，而樂迷評選嘅人氣獎項就唔應該設立於頒獎禮內。而另一方面為主亦都係指以評專業評審選出嘅頒獎禮應該為樂壇內最首要、最有象徵性嘅頒獎禮。因此要衡量辯題是否成立，今日只要視乎甲方定乙方可以鼓勵並推廣實力音樂人，從而推動本地樂壇持續發展。乙方辯題成立原因有二：第一，專業為先，以質素評選音樂。現今偶像崇拜普遍於偶像崇拜下，樂迷對偶像具有強烈嘅愛慕、認同並積極投入崇拜行為，例如為偶像刊登巴士廣告、大量購買代言品等，甚至不擇手段幫助偶像取得獎項。以叱咤樂壇頒獎禮為例，唔少 Mira 粉絲濫用太空卡為偶像增加票數，違反一人一票原則。過 Mira 成員連續兩屆包辦偶像喜愛歌曲歌手組合三大獎項，由獎項當獎項由樂迷選出為主，其標準都必然以人氣為主。咁有方將獎項扭曲成為人氣獎，並唔公平。頒獎咧本應就藉著獎項激勵並推廣實力音樂人，呢一點有方都認同㗎。但現況根據有方嘅方案，但現況只要人氣不足，就根本難以領獎。新人都係咁，佢哋創作優秀作品嘅動力都會因而被削減。相反，頒獎禮獎項由專業評審選出，就可以避免因偶像崇拜而產生嘅洗票亂象，並以音樂質素為公平嘅頒獎指標俾音樂人去競爭。音樂人可以提高佢哋嘅音樂質素，即獎項得到推廣同業內人士嘅認可。事故專業評審選出機制係有利於形成良性競爭，樂壇得以持續發展。第二，擺脱商業以專業表揚樂壇。現時頒獎禮獎項並非以專業評審選出為主，由於大眾樂迷難以以專業過度評選作曲、填詞、編曲、監製等幕後獎項，都只關心之前嘅歌手係咪得獎，幕後真係淪為綠葉。因此頒獎禮只能以幕前嘅獎項為主軸，而曲詞編監等喺頒獎禮中只淪為過場嘅頒獎環節，幕後嘅音樂人我都得唔到重視。面對現況，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都指出，希望效仿台灣嘅金曲獎之類，過去商業化以音樂為標準嘅頒獎禮，直接重視幕後音樂人。當頒獎禮中嘅所有獎項都由專業評審選出，主辦單位可以平均分配資源，觀眾都可以自身自我專注獎項本身。多謝各位。好，咁我想問下，有冇同人
你知唔知頒獎禮係屬於乜嘢？就係為咗鼓勵音樂人咯，同埋對嗰啲音樂人進行一個推廣。咁要點先可以達到推廣作用？推廣嘅作用就係可以藉呢一個頒獎禮有人睇，咁佢就會可以推廣到呢一個實力嘅音樂人俾大眾去認識咯。咁想問邊個睇到頒獎禮？邊個睇香港人會睇噶嘛？呢個人係會睇啦，樂迷係會睇啦，都係咯。咁想問你知唔知觀眾樂迷嘅分別咧？觀眾樂迷嘅分別，樂迷係用樂迷可能更加注重呢一個樂迷係樂迷係會聽音樂咯。有分同學，我嗰邊就好模糊喎。係樂迷係會聽樂迷，即係佢會聽音樂咯，專注呢個樂壇。咁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啲乜嘢叫樂迷咧？樂迷係一個人係會一個聽音樂並且會關注樂壇嘅。咁點解你覺得佢哋會關注樂壇嘅？咁點解不如專注本身咧？關咁Mira 嘅粉絲佢都係關注樂壇㗎，咁佢都係樂迷嘅一種咯。但係方同學，我再問一次問題，點解會同到專注本身？比唔到，因為佢哋冇專業知識咯。點為之專業咧？點為之專業？就係佢哋有業內，佢哋業內人士有知嘅。Mirror 音樂其實鏡中鏡，咦唔係幾好喎？
咁想問下有方同學，其實你哋又點覺得呢、這個？既然你覺得 Mira 嘅中嘅唔好嘅情況，大家都點解專業評審又咁點解專業評審又呢個投咗佢哋出嚟咧？咁點解又可以出到名咧？咁再想問下有方同學，乜嘢先為之有實力咧？有方同學今日全場比賽都講得好模糊噶，咁你只係講話呢個專業評審肯定啊，咁咪已經得咯。但係想問下有方同學，你哋覺得樂迷定係專業評審先至有所謂嘅呢個公信力咧？咁呢個大眾其實大眾佢哋投票嘅話，咁其實會唔會大過專業評審咧？其實你要留意喎，呢、這個頒獎禮主要嘅受眾係樂迷，咁並以專業評審佢哋所擁有嘅專業知識，我方唔否認專業評判係有專業知識，但我哋而家要衡量嘅係咩啊？究竟其實係樂迷定係專業評審應該較為應該？呢、這個已選應該選出頒獎禮所應該叫邊個為主選出頒獎禮所屬嘅獎項咧？咁仲有一班同學喺個論點嗰度指出啦，話我 Mira 嗰啲樂迷都壟斷曬啲獎項啦。但其實乜嘢又係真係話壟斷曬咧？咁其實佢哋做得好喎，咁又唔得咩？咁其實佢哋嘅粉絲都唔少咁嘅。但有班同學又可以肯定話，其實佢哋真係做得差嘅咧。有幫同學又喺第二個論點嗰度講啦，佢哋啲樂迷識音樂，咁又點投票俾得到專業評審咧？咁我想問下，點為知識咧？門檻有啲咩？邊個定立嘅咧？咁其實樂迷係就等於唔識球迷，係都唔可以睇波咧。其實當樂迷投咗票之後，佢哋除咗對樂壇更加了解，亦都會同呢個樂壇進行互動啦。佢哋所選出嚟嘅歌曲或歌手，如果係當選嘅話，咁就有機會有個互動喺度，啲歌手都有機會多謝啲樂迷啦，咁從而就會啲樂迷就會去睇頒獎禮，從而達到頒獎禮宣傳嘅效果啦。其實如果俾專業評審呢個投票嘅，其實都唔係幾好噶。例如呢個英國大提琴家韋伯就喺接受 BBC 四台嘅採訪嗰陣就話，其實音樂大賽有好多專家做成評委，呢班人都好熟，都知道彼此學生係邊個。但如果他們不認識你的話，他們基本上就可以看一輪淘汰你出局。其實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所謂最好的音樂，是沒有人可以界定什麼最好和最壞的音樂。多謝各位。
嘅金曲獎係由專業評審選出，國際音樂著名音樂雜誌《標方》更加指出，台灣金曲獎係華語圈唯一有公信力嘅頒獎典禮，以專業評審嘅獎項為主，可以鼓勵歌手提升實力，就可以令實力歌手發光發熱。就如台灣歌手李榮浩為例，2003年獲得金曲獎嘅最佳新人獎首，繼續備受注目，迅速成為樂壇炙手可熱嘅歌手。令本身原動樂壇做嘅唔係吹捧，我唔係選出人頭主導嘅獎項，而係要重視，亦要重回專業，提升專業評審嘅實力獎項，咁繁重重要性，令樂壇爆開成況，持續發展國際地位。颁奖礼会精心设计颁奖礼节目，亦会邀请著名嘅歌手担任
表演嘉賓，吸引咗唔少嘅樂迷收睇。如果今日政府乃至樂壇能夠重視專業評審為主嘅金帆獎，從節目表演着手，就能夠提升大眾對專業獎項嘅關注，亦可以成為現時樂迷選出以外嘅頒獎盛事。咁今日辯題講緊頒獎典禮對樂壇嘅影響，有方同學似乎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一首歌由歌手唱出，但幕後嘅作曲、作詞、編曲、監製，有方同學有見唔見到咧？在座各位，我哋隨手都可以噏出一堆嘅歌手名出嚟，但如果要大家噏出樂壇嘅曲詞編監嘅幕後功臣，大家又可以講到幾多位呢？今日樂迷選出為主嘅頒獎典禮，主辦單位努力包裝人氣獎項嘅頒獎流程，樂迷參與亦只會關心自己支持嘅人氣歌手，但又有幾多樂迷會關心曲詞編監嘅得獎者呢？到今日頒獎禮以專業評審為主，主辦單位可以撇除商業考慮，喺節目編排上令曲詞編監可以同歌手有相同嘅重視，而觀眾亦都可以理性地參與頒獎典禮。係咪有方同學又講到樂迷評選可以令到樂壇提升關注度？冇錯，有方同學講得冇錯，的確可以提升關注度。但以今年嘅叱咤為例，大多數嘅討論係由樂迷票選出嚟嘅我最喜愛獎項值唔值得，甚至批評姜濤喺叱咤嘅表現，可見製造出嚟嘅輿論只係一啲負面嘅批評。咁又係咪有方同學所想嘅為樂壇提升關注度呢？有方同學又再一次講到專業評審的主觀性，而我方一副已經重申到我們都認同他們所有人都是會有主觀性，但打個比方，以辯超聯為例，在座各位三位評判都難免會有主觀性的影響，今種有方同學又會質疑賽果的公平性，三位評判都是由這個票選出來得出的結果，而要由方同學而言，辯超聯算不算一個專業的比賽呢？多謝各位。播歌率是講緊佢喺
佢嘅節目嗰度播歌。咁如果 DJ 係想佢嘅節目被吸納觀眾嘅話，咁佢係會因為呢個市場而被影響。有方同學，我想問下你啦，究竟專業評審嘅定義係乜嘢咯？有方同學一直喺度講話，其實咧，我哋而家係專業評審，即係我哋而家叱咤同埋投票啦。但係其實 DJ 咧，佢係唔專業嘅。但係其實咧，我哋香港呢個叱咤啦，叱咤呢個舉辦方其實都當佢係一個專業評審嘅喎。所以有方同學，你唔可以因為專業評審呢個定義唔理於你方嘅立場而去包括喺在內。專業評審指嘅係流行音樂產業內業內人士組成嘅協會。入面嘅成員先叫專業評審啊！當一個 DJ 佢冇參與過任何嘅編曲作詞、作曲、唱歌環節嘅時候，佢就唔算係一個專業評判咯。咁啦，你有啲係咪自相矛盾咧？你啱啱又話 DJ 唔算一個專業評判，但係啱啱你自己又話 DJ 係一個專業評判，所以佢哋選出嘅喎。即係唔可以單單以佢係咪 DJ 就評就評定佢係咪一個專業評審咯？咁有風根本就冇解決到問題，有風係都係自相矛盾啫嘛。同埋而且有方啱啱就話 DJ 咧，佢係播放量係想去吸引大眾啦。咁呢啲咪正正係因為專業評，呢啲咪正正係一個唔佢為咗吸引，咪正正咪唔係一個唔公平咯。因為佢唔係佢個目的就唔係為咗頒個獎去肯定佢，正係為咗我想吸引更加多人聽我嘅電台，咁樣去亂播歌咯。DJ 因為佢會考慮個商業因素，而且佢又唔肯定佢係咪協會內嘅人成員，咁佢咪唔算係專業評審啊？我想請問翻有方同學啊，呢個洗票，呢個因為偶像循環而發生嘅洗票行為要點樣解決，要點樣避免啊？其實就咁嘅，你話嗰啲洗票即係又唔知嗱，可以用錢去買啲獎啊嘛，其實意思都係咁噶啦，你可以用實名制喎。咁你用咗實名制之後，香港人咁注重私隱，用咗實名制之後有幾多人用？咁你所謂嘅吸納樂迷嘅參與，究竟可以吸納到幾多咧？咁樣問翻有方同學啦，其實專我方一副都講啦，專業評審其實都唔係好有公信力嘅喎。咁相比起之下，大眾唔係應該更加有公信力咩？咁其實我所有嘅獎項大部分嘅獎項都應該以樂迷為主嚟呢個選出嚟啦。咁其實有方同學又同唔同意專業評審其實係？守信於樂迷咧，咁有方同學就避咗啦。佢講唔出，用咗實名制之後，可以點樣令到啲樂迷參與喎？所以有方同學其實都唔清楚你嘅成效究竟係點樣用咗呢個實名制之後。再者，今日有方同學話咧，佢選出咗，但我哋今日熱，有方同學就熱叱咤樂壇為例啦。咁我哋今日就見到，即係樂壇正正係發生咗巨大嘅爭議咯。林家謙比唔上呢個歌頭，跟住俾樂迷令到樂迷之間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咯。其實有方同學，你停一停先，我哋從來冇避過呢個實名制嘅。其實你唔中意實名制可以改㗎，政策上可以改㗎，你唔一定要實名制，你有其他方案㗎嘛。咁其他方案點樣避免呢個洗票嘅行為發生啊？影響呢個公平性點樣解決啊？咁其實我方都舉出咗好多例子啦，其實專業評判都有，即係話因為其他嘢而導致例如一啲貪污啊，例如一啲主觀嘅因素啊，而且制度永遠都係越嚟越好嘅。有方唔滿意咪整一個滿意嘅位置咯。點樣滿意你嘅制度？點樣滿點樣就你一個滿意嘅制度咧？同埋啱先我講緊賄賂問題。賄賂被人發現之後，我哋可以踢走呢個評審嘛？但係今日樂迷出現咗一個洗票情況，我哋有冇踢？我哋可唔可以踢走曬啲樂迷，唔俾佢哋洗票咧？首先回答下有方同學對你嘅質疑啦。我哋承認嘅實名制的確係會令到更加少咗嘅樂迷去投票。
妨想象下，人气歌手组合系乐迷评选为主嘅颁奖礼得奖，获得嘅肯定系咪又真系会被专业评选？但系咧，当人气歌手组合得到人气奖项，支持嘅乐迷固然系会开心，但系其余乐迷就开始冷嘲热讽，惊佢攞奖啦，粉丝有实力啊嘛。当有人以为乐迷选出嘅奖项会俾到鼓励歌手，但事实又系咪咁咧？得奖歌手嘅努力唔会受到外界嘅注目，歌手嘅付出都会被演绎为系乐迷嘅吹谷。我哋不妨想象下，当歌手由专业评选选出，得到业内人士认可，呢种肯定会唔会嚟得更加真切咧？歌手需要专业嘅肯定，幕后专业亦都需要得到观众嘅肯定。乐迷选出为主嘅奖项，奖项应该能够让歌手享受镁光灯，但系专业评选嘅奖项可以令到曲词偏监等幕后得到肯定。台灣金曲獎將歌手同幕後置於同一標準，專業評審會受台灣樂壇幕後支持。當中就有樂壇幕後提到，金曲獎可貴就在於可以讓幕後頒獎禮，可以讓幕後喺好似漫長實證工作嘅台上得到一個受肯定嘅機會。當人行頒獎禮好似有方所講，以樂迷選出為主，咁同要呢一班曲詞偏監繼續做歌手嘅綠葉又有啲咩分別呢？咁我今日就唔明白啦，樂壇呢一班嘅人氣歌手嘅樂迷就係、是。被壟斷咗啦，如何達到宣傳作用呢？不斷咁樣宣傳 Mirror 啦，而且幕後嘅呢啲獎項都係金為綠，綠為綠，綠綠綠葉，佢哋係咪就係不值得受到重視呢？咁啊，雙方嘅分歧就在於第一頒獎禮嘅分本質嘅分歧。咁啊，今日原來係好睇重人氣嘅頒獎禮，原來係要樂迷選出，有參與到，有了解，先至為之可行。咁今日將咧頒獎禮嘅概念就理錯，本質係被異化，頒獎禮變為競爭人氣粉絲財力地方。但樂壇頒獎禮本質係競爭樂音樂實力，就好比樂就好似學院頒獎禮本質係認可學生嘅成績，將淪落為家長嘅財力比拼，又或者人氣比拼。學業成績第一名，各位人氣財力第一名。我今日一切討論都建基於喺一個異化嘅頒獎典禮，真正嘅頒獎典禮係良性競爭，鼓勵同肯定有實力歌手，而唔係盲目以樂為人氣為主導。基於樂壇發展需要理解唔同，咁就有分認為啦，發展需要樂為支持，有人聽樂為參與到有話題有話題有人氣就好有好怪嘅話，都係叫做樂壇嘅一個好嘅宣傳。有方正疑惑啦，樂壇發展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咁今日直線邏輯有關注到就係等於好啊，其實唔係嘅。真正嘅樂壇頒獎典禮係良性競爭，需要有高音樂質素先可以持續發展。獎項由專業評審選出，認可優秀作品同歌手。音樂人追求產出高質素嘅作品，形成良性競爭，而唔係靠人氣去長遠咁樣發展，任意人氣去壟斷，扼殺樂風嘅多元性。第三，對獎項嘅公信力定義唔同。咁我認為獎項咧由樂迷評選咧就係、是、以為之有公信力。咁我今日係好合時，樂迷投選就係以立場為標準嘅一個投票，人氣為主導，其認受性係來自於一班音樂知識係一知半解嘅樂迷，有方係以業內人士組成嘅協會成員為專業評審選出獎項，其認受性係來自於業內專業人士，比樂迷歌手更需要得到專業人士。嘅認可，就我方面專業公信力更高。在各位，當今日人氣係置於實力之先，頒獎禮年年都係人氣主導。第一年覺得冇所謂，第二年仲可以接受，第三年大眾樂迷可能就覺得點解又係佢嘅？如果重複多幾年，四五六年，咁又會點咧？頒獎禮仲可唔可以吸引到觀眾咧？對幕後曲詞偏監而言，一直都要擔當綠葉有冇得好咧？多謝各位。樂迷其實佢都唔係淨係追星嘅喎，樂迷
審去頒獎俾佢哋啊。再者我哋有都同你有講到實名制呢個問題，實名制呢個問題咧，其實咧佢牽涉到其實實名制咧，的確係會令到啲人咧少咗嘅，少咗人去投票啦。但其實啲人去投票嘅時候咧，佢都會接觸到唔同嘅幕後人員啦，同埋唔同嘅歌手噶嘛，所以其實都係有咗呢個樂壇嘅發展噶喎。好啦，再者我哋睇下有冇唔同嘅目的同埋標準啦。今日有冇同學咧，其實今日交代出咧頒獎典禮舉行嘅目的究竟係啲乜嘢噶？我哋再嚟睇下佢嘅標準啦，佢哋就話咧有利於樂壇嘅發展啦。咁樣嘅話，其實全場咧都冇論證過，佢哋覺得有實力嘅歌手係點樣利於樂壇嘅發展咧？相反我方啦，我哋就令到咧啲樂迷更加去了解呢個樂壇喎。所以以有方同佢嘅標準嚟睇，其實都係我哋嘅主持更加有利於樂壇嘅發展嘅。好啦，其實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喺不久之前咧有一個奧斯卡嘅獎項啦。咁樣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楊紫瓊咧成為咗首位嘅亞洲影后，相信大家對佢個名咧都有所認識噶啦。但係咧，你哋又知唔知道落選嘅演員咧有邊一啲咧？其實咧，唔知道一啲都唔出奇噶，因為咧，我哋樂迷、我哋星雲影迷啦，我哋冇參與呢個投票嘅過程啦，自然咧只係對結果，亦即係頒獎獲獎者咧感到興趣。咁樂壇又係啲乜嘢咧？以我自己為例啊，其實咧我一直以為香港嘅樂壇組合咧只係得 Mira 啦、Collin 同埋 Jane 嘅啫。直至到今年參加咗叱咤我最喜愛嘅組合嘅投票之後咧，先發現原來我識嘅組合咧只係香港樂壇裏面嘅滄海一粟類嘅啫。例如係 Rubber Band 啊、Prince 呢啲，我都係投完票先知道佢哋存在。因此，如果將樂迷投選嘅獎項增加，甚至係主要由樂迷去選出得獎者，咁我哋對幕後嘅音樂人咧瞭解就會提升啦。咁其實係咪更加好咧？要判斷係咪更加好咧，就要去牽涉到頒獎典禮舉行嘅目的啦。咁其實頒獎典禮舉行嘅目的究竟係啲乜嘢咧？我方主辯咧其實最已經講清楚噶啦，就係去曝光、去吸引一啲樂迷去睇頒獎典禮啊嘛。點解要花咁多嘅人力物力去搞一個頒獎典禮咧？其實就係、是、其實根本條件睇咧，我哋唔係要純粹去比較地位啊，而係要去比較咧究竟由樂迷定係由評審選出更加符合到頒獎典禮舉行嘅目的，亦即係宣傳、曝光同埋公開咁樣肯定歌手嘅貢獻啦。哎呀，咁其實咧，音樂究竟係啲乜嘢咧？其實每個人心目中咧，好嘅音樂咧都有各有不同噶，所以由唔同嘅人選出得獎者咧，都會令到獎項嘅意義產生變化。由樂迷去投票咧，獎項嘅意義就係帶住去肯定音樂作品；由專業嘅評審去投票咧，就係由專業嘅評審咧去肯定音樂作品同音樂人。而我方因為清楚明白到音樂嘅主要受眾其實係樂迷啊，所以音樂嘅價值更加應該交翻俾受眾去決定。多謝各位。幫我 hold 住部機啊！你可唔可以落嚟 hold 住部機啊？點解你話佢幫佢攞住部機去評？因為我要去計分實啊！但我需要一個人幫我 hold 住部機啫。各方嚟講咧，其實喺樂迷方面，我
一個嘅樂壇，即係我諗一個樂隊又好咧，個歌手咧，後面我覺得會有一啲嘅商業考慮。由呢一個嘅樂藝選出，好坦白講，受歡迎嘅咪留低咯，唔受歡迎嘅賺唔到錢嘅，咁佢慢慢都會淡出樂壇。咁我會覺得呢一個嘅係一個嘅底層邏輯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哋做得好嘅一個位咧，就係、是、你哋去定義咗，就係話你呢一個嘅究竟頒獎典禮嘅目的係乜嘢？係有你呢一個嘅樂壇擴展啦，增加嗰啲樂，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歌手啦，賺嘅曝光率啦，跟住吸引咧佢哋即係觀眾啦，去買樂迷啦，去投選自己喜愛嘅歌手。咁其實可以令到百花齊放。咁我比較係欣賞即係你哋呢一個位咧，其實係推動到呢一個嘅底層邏輯。咁我呢一個位我賺翻甲方先。其實粵方咧，你哋嗰個嘅底層邏輯咧，要做得好堅實啊，你哋先公布到。因為咧，我嘅職場裏面，即係啱啱我通電話，其實係有一個嘅諗法。其實條題目唔係講緊香港樂壇，即係啱啱我通電話係睇咩咧？我就係諗到當時其實六七十年代咧，飛鵬四房嘅，跟住我就即刻上網篤，我就係話係咪啲樂迷係得，即係係咪淨係得樂迷咁黐線咧？佢哋有冇一啲嘅專業嘅評審去講到呢一個飛鵬四嘅行業咧？嗱，當然喺咁短嘅時間裏面，我未編出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好多嘅資料去支持我一啲咁樣嘅諗法啦。但係的確去到無論由六七十年代去到我哋不斷都仲睇緊一啲可能係飛鵬社嘅回憶咁多。即係之前我記得一兩年前啦，我唔記得係 Netflix 啦定係 Disney Plus 啦。因為我公司咧有幾個，即係我學校咧有幾個咧就係飛鵬社行業嘅老師嚟嘅。即係佢哋無論去到而家都好啦，佢都係不斷咧去追緊一個飛鵬社嘅音樂。所以我會很想知道就是話，專業評審的底層邏輯，即標準是咩？其實對方問咗你有好多次，咁就算我去到依一家，即而家依一刻，我都唔係好知道你所謂嘅實力其實究竟係乜嘢。因為其實如果你企喺一個嘅底層邏輯上面，就係話你呢個嘅音樂去對整體樂壇嗰個嘅影響，或者樂壇嗰個風氣。你個標準係咩先？呢個樂壇嘅頒獎典禮，你想塑造一個點樣嘅公眾嘅影響？想一個點樣嘅公眾嘅風氣咧？等樂迷聽歌嘅一個風氣咧？我聽唔到啊！即係你話你喺我哋反對你有其中一部分係樂迷選出，樂迷為輔，我哋嗰個嘅專業評審呢個條題目唔係話專業評審係100%係為主啫嘛，係嘛？咁你要講到就係話，我哋嗰個喺我哋嘅標準，呢個係我哋最低嘅標準。喺呢個標準上面，你先再追求人氣啦，你先再追求一啲商業考慮啊。咁究竟我嘅底層邏輯係乜嘢咧？我聽唔到。咁所以呢一個位咧，係我好冇同你整個聽嘅過程入邊。另外咧，仲有啲嘅類比嚇，點解我哋三位就一定好處？你我唔係好明，即係你呢一個類比，我係打曬問號。其實我自己會有我嘅標準。那個標準除了分子上面那四條柱我會很看得清楚啦，然之後聯他們入面那些入面規例我會不遵守啦，因為超時扣分這些講英文是會有酌情扣分，其實有了標準在那裡，為什麼我們是有處中的因素另外我們都有很多的底層邏輯去思考的，為什麼我們會被主觀因素影響很多，即這些位置我是即這個類比我是打曬問號，或者我留下一些先給你兩位的評審。好，首先我多 謝戴老師的評價。咁其實在整個比賽當中咧，我有三樣嘢想講嘅。咁第一樣咧就係、是、關乎整個對於辯題嗰個理解。咁我覺得呢樣嘢可能有少少主觀嘅。亦都，但係我純粹覺得，因為甲乙方嘅辯題咧，同正反方係好唔同，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日甲方問嘅問題太多，但係論證太少。咁乙方咧答嘅問題答得好多，但係你答唔曬，亦都真係突顯咗你嗰、那個，即係啱先大老師講，你成個主線啊，即係你嗰個基礎個邏輯或者對辯題嗰個理解係唔夠全面。咁所以我覺得今日係雙方在扮演一個都需要去論證自己條辯題
嘅甲乙雙方嘅時候咧，係冇做得好清晰嘅。咁呢個第一個，我覺得整體嘅觀感啦。咁第二樣嘢咧，想講就係關於辯題一啲字眼嘅理解。我覺得雙方今日都頗為唔同嘅。但我先講咗個總結性嘅評語咧，就我覺得今日粵方喺界題嘅時候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嘅，喺後半部分。但係喺前半部分咧，就係甲方做得好好多嘅。即係嗱，今日甲方咧係有就住樂壇同埋頒獎禮同埋獎項呢幾個字眼咧，做一個引導式嘅思考。即係你帶領評判去諗，咁究竟個樂壇係由咩人組成啦？首先，跟住個頒獎禮嘅目的是什麼啦？獎項嘅意義又是什麼啦？係咪純粹一張成績表咧？定還是佢係背後帶住一啲商業嘅理念或者一啲推廣嘅價值嘅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甲方做得好好多嘅。但係去到後半部分啦，即係嗰個甲乙雙方辯題分歧嗰個地方啦。我覺得樂迷是跟一般人大眾所理解的一些叫做 fans 是有些不同的，因為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叫得做那個人做樂迷或者歌迷，他應該是對樂我會覺得對於純粹中文字義理解，即是他是對於音樂著迷，他不是一個純粹崇拜的歌，即係佢唔係一個崇拜偶像嘅信徒或者 fans 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甲方可唔可以試下善用呢個優勢嚟到去擺脱一般大眾對於樂迷或者歌迷嘅嗰種唔理性嘅表現嚟到作為一個切入咧？因為其實你最後都係想講呢樣嘢，你最後都係想講樂迷其實唔一定係唔理性嘅。咁但係當然你其實如果你保持呢個立場咧，即係一陣間都會講你一啲矛盾攻守嘅地方，所以而家 hold 住先。但我的意思就是你怎樣去界定樂迷，除了你問對方覺得什麼是樂迷之外，其實你是甲方的嘛，你是有需要去論證給我聽什麼是樂迷的這樣。而粵方也是一樣的，你今天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就是你一開始在主辯有交流過什麼叫專業評審，就是如果以香港樂壇來計的話，那就有兩個協會的人可以成為專業評審，所以就你覺得連 DJ 都不是的，你覺得商台的 DJ 都不是專業評審的。這件事其實甲方去到很後期才聽得清楚，去到自由辯論都一直是不明白你們的立場。那我會體諒甲方不明白，因為粵方在開辯完之後是沒有什麼再很清晰地提及過，那去到真的你都發現了人家不明白的時候，你才要再解釋多一次，所以這個可能是演繹上面的重點的問題。但當然甲方搞錯了那裡是會有少少扣分的，因為對方一開始就說了哪些人是專業哪些人是不專業的。那 anyway，但係我覺得你係有把握到你哋嗰個對於辯題俾你哋嗰個優勢去講嘅，你哋覺得要專業咪就係真係揾翻最專業嘅咯。咁於是就連而家興自己做專業嗰啲 DJ 你都覺得係唔專業啦。即係你有嘗試喺呢度做一啲手腳咧，我覺得係有啲心思喺個設計上。最後一個字就係為主啦。咁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因為甲乙方嘅辯題咧好少個 variable， 好少咁大變化。你見到除咗嗰個主體各迷同埋專業那個之外不同咧，仲有選出同埋評審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分別嚟。咁啊，選出就純粹係票數，所以你會有洗票嘅情況出現啦。但評審據我理解應該就唔係，即係唔一定係專業評判人一票咯。可能佢好似我哋咁要跟啲分子，佢哋去用一個評核嘅方式嚟到去審理邊一個係最好啊，或者嗰年邊一個做得比較佳。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大家都冇乜去處理嘅部分。去到最後就係為主啦。究竟咩為主呢？今日去到甲方嘅結辯，我覺得一樣嘢都講得幾清晰嘅，就係粵方其實今日立場唔係為主啊，係完完全全由樂迷做。但係我本身以為今日甲乙雙方都會有個走散位，就係咩咧？我都會保留我最喜愛嘅，不過可能八成係專業評嘅咯，跟住留翻全，即係80個獎裏面有10個可能係由樂迷選出嚟嘅咯。咁另外個70個都係由專業評審嗰個團去選評出嚟嘅，咁都係為主啊嘛。咁所以我原本以為係咁樣噶，但係變咗今日嗰個廝殺咧，就係在於甲方今日打到個立場就係呢個世界係冇專業嘅，因為音樂係純主觀嘅啫，冇噶冇所謂專業噶。你覺得今日好專業咩？佢收1億喎，佢收1億就俾人買起噶啦，佢好唔專業噶。我就算佢音樂知識又點啫？你嘅音樂知識又唔同我音樂知識，咁我唔同意你個收入好聽就唔同意啊。所以最緊係咩啊？總之就是中意，就冇話同唔同意嘅，得中唔中意嘅啫咁樣。即今日甲方如果俾我係粵方嘅意義就會咁樣意義啦。但 which is 粵方係冇推到對方呢個極端，變咗佢冇需要回應，所以佢立場先係模糊嗰個咯。我都唔知喺心目中專業評審係咩嚟嘅，所以
去到粵方就係、是、咁樂迷係乜嘢咧？係咪就係一定會洗票，一定會插票，同埋樂迷係咪唔可以有專業知識嘅？即係樂迷唔可以讀 music 嘅，即係讀 drama 嗰個都會揀錯啦，麻煩啲咯。咁但係你樂迷都可以有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之後，佢都可以得出一個總結性嘅一個觀察或者經驗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大家喺辯題字眼上面嘅處理，今日甲方就係處理前半部分攞去打乙方，乙方就係嘗試喺後半部分去切入，但係又冇解釋得好清楚，咁所以個感覺就係唔對嘴咯。你又唔打算去回應嗰個頒獎典禮嘅意義，你又唔嘗試去討論專業評審同學迷之間真正嘅分別係啲乜嘢，我就覺得有啲畸形嘅，因為咁樣去討論嘅話，但係你哋又可以打到全場喎，你哋又好似好多交鋒喎，唔知點樣出嚟嘅。咁佢又好激動喎，大家都。咁佢去到最後一個想講嘅地方咧，就係、是、一啲真正嘅交鋒位置，即係關於判準嘅問題。因為我覺得雙方都好著意去講出對方嘅不是，但正如我頭先開始所講啦，我第一點就係覺得今日係隔越雙方，因為係隔越嘅辯題，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先建立好自己個論點先。而我覺得今日後場咧，可能由一二副開始咧，大家就已經係由發問嚟到做一個主導。咁於是，我覺得甩嘅地方都好多嘅。就是、包括今天我覺得甲方你去講由樂迷選出有啲乜嘢嘅好處咧，就係、是、互動性，同埋可以令到樂迷更加關注同埋了解樂壇。而呢一個 point 係喺主辯同埋結辯，我係聽得好清楚嘅。但係一二副同埋中間嘅交互咧，我係聽唔到有乜好啊？你就不斷批評專業評審有咩唔好？咁但係究竟由樂迷選出有咩好咧？咁因為你要論正英啊嘛。你不是論證緊不應由專業評審為主喎，你係應該先論證應由樂迷選出為主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個應然性上面，甲方冇乜花太多時間去確立，就決定咗去攻擊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少少問題，即係會令到我喺內容分上面好糾結啊。我點樣比咧？我當你個攻擊好有效啦，但我都要等對方答唔到，我先可以扣佢分啊嘛。但係調翻轉，我對於內容嘅理解就係你建立你條主線有幾堅實，有幾多資料。終於係要去到勁辛苦，去到二副要一次過拋三個資料出嚟，仲要唔得閒做總結，搞到好似真係讀新聞咁讀咗三個 case 俾我啦。咁我就要自己判斷個三個 case 究竟係咩意義咧？而呢個情況亦都係同辯論嘅技巧有關嘅，就好似甲方第一個即一副去選擇咗一個交互答問嘅時候咧，即盤問環節咧係有啲出咗事嘅。我好欣賞你有留時間俾對方答，但係你冇為對方嘅答案做翻個總結。於是我係唔知道你嗰啲問題問嚟做咩嘅，而對方真係答到曬你喎。你問佢咩專業，佢答咗你啦。跟住就嚇咁就係專業啦咁樣。我覺得去到嗰一步，你已經要幫佢收網啦。你收網，你殺咗個網啦。你俾對方展現咗佢可能唔係太過一致啦嗰啲標準嘅立場。咁你應該收結咯。你好明顯從粵方嘅答案，我哋知道咧，其實所謂嘅專業咧，粵方自己都唔知道個標準係啲咩嘅。好啦，跟住我問下一條題目咁樣。即係覺得你有留時間俾對方答，但你都要應該留翻個時間俾自己去做一個歸納。去話俾評判聽，剛才嗰一個問答當中展現咗粵方有啲咩不足啊？但係你冇做呢樣嘢，你係齋發問咧，其實我係唔知道你個策略想點，我亦都冇嚟幫你去估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就純粹依見到一問一答喎，咁佢又答得曬喎，咁我咪會俾咗分答到嗰邊咯。咁呢個係危險嘅地方嚟，不過呢個係我嘅判準啫。咁你可以自己再留意一下。而粵方咧亦都係一樣嘅。今日粵方頭先除咗我所講有啲甩咗嘅位置之外啦，即係包括你前場有講什麼是專業，但後來我就已經唔係好聽到，同埋既然你諗住咁打咧，我本身 expect 你可以講多啲嗰班作曲家協會同埋專業評審究竟有冇發過聲嘅喺呢個議題上面。咁同埋我好認同啱先大老師講嘅一個 comment 就係、是，今日其實雙方都有嘗試舉出香港樂壇以外嘅一啲國家。甚至今日你哋連奧斯卡都攞埋出嚟，即係啲類比都攞埋出嚟講啦。但係我真係覺得好唔足夠喺嗰個例子嘅演繹上面，或者資料嘅運用上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首先針對香港本地樂壇啦，咁你除咗講叱咤之外，你有講你個金帆嗰個獎噶嘛？咁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我除咗聽過張敬軒同埋岑寧兒攞咗一屆之外，一我唔知佢點攞嘅，我真係唔知佢哋點評出嚟。咁二就可唔可以講下咁過去咧？即係我哋曾經係有好客觀地樂迷同埋專業評審都一致覺得香港有啲人唱歌叻噶嘛？例如四大天王，當然四大天王係咪即係唱歌叻都冇人真係深究。但係你問羅文同梅艷芳冇人質疑啦啩？我估
即我估呢兩個就比較 significant， 就係可以講到係當年樂迷同埋專業評審都要去俾獎嘅一啲人啦，又或者張學友啊、譚詠麟啊，同埋許冠傑啊，即係呢啲可能係嗰個年代大家都好公認嘅一啲人，可唔可以試下攞出嚟講喺嗰個年代當中佢哋係樂迷選出嚟啊，定係專業評審揀出嚟嘅咧？係咪？咁其實應該拉闊啲嗰個維度去俾例子，呢個係純歷史層面啦，即係時間層面。好啦，咁你要闊嘅，你除咗講十大中文勁歌金曲講咗一次啦，咁但以前咧，可能喺三四年前我哋仲有四台聯班嘅喎，咁四台聯班咪就係一堆專業人士再加樂迷咯。咁呢個又點咧？個代表性咁高啦，咁佢哋係以咩為主嘅咧？咁樣咁叱咤，咁冇啦。咁當然因為2088咧好多年之前就停辦啦。咁但以前係有兩個噶嘛，以前係除咗叱咤之外，仲有雲霆噶嘛，新城啦，仲有。咁其實好多頒獎典禮又未講。咁好啦，我當太少時間啦，你好想講外國例子啦，咁好啦。咁我欣賞更多啲嘅，你講外國例子就主要點出其實嗰個日本唱片大獎其實都只不過係有會有醜聞。咁但究竟嗰個醜聞啲外表能唔能夠阻礙到佢咁多年嚟個公信力呢？我覺得呢個係粵方需要去回應。但對於粵方嚟講，你講完媽媽咁樣，媽媽有洗票事件，咁但係最後佢係咪冇完全冇專業評審選出嚟嘅獎嘅咧？我又唔知喎。即係變相，如果你要講香港嘅例子，我唔係話我哋老話，我係純粹講你要講香港例子，你就講多啲；你要講外國例子，你就要講深入啲。因為我真係唔係同大家一樣揾咗咁多人聊啦，我又冇走去睇媽媽，又就冇睇日文，我又唔識聽。咁如果你真係要講外國嘅例子，係咪都講得 deep 啲話俾我聽？人哋點做，所以點解可以同香港似咧？調翻轉，如果你唔想講得咁 deep 啦，你想講啲香港大家耳熟能詳嘅嘢啦，你淨係講闊啲咯，或者嘗試貼近一下嗰班評審嘅年紀咯。係啊，即係你講 Mirror 鏡中鏡，我真係聽都冇聽過。我淨係知道佢喺叱咤上面有非議，引起咗非議，而家要休息四個幾月。我有睇新聞咯，但我冇聽歌咯，咁點算咧？係咪？咁，我覺得就係呢個位置啦。大家喺處理一啲比較講藝術本質啊，或者去到比拼一啲所謂專業性同埋普及性嘅一啲比對嘅議題嘅時候，其實係好著重大家多唔多日常生活嘅例子嚟到去渲染嗰個氣氛。因為坦白講，你問我冇理由，我今日有個 bias， 我覺得我辯論好專業喎，所以我就唔 buy 樂迷選出嗰個道理啦。我冇理由咁做噶嘛，如果我真係專業。咁所以其實專業評審有冇機會都係包括埋佢要考慮大眾中唔中意啦。咁呢樣嘢就我覺得呢個係最後嘅一個反思嘅地方。今日雙方都冇乜觸及嘅，因為我覺得今日去到最後嗰個哲學嘅底韻就係在於藝術究竟有冇門檻，有冇容作，同埋能唔能夠共上。咁其實所有藝術都係咁啦，電影有奧斯卡從來都冇叫觀眾投票㗎，但係每年都好多人睇㗎。咁跟住大樂壇班獎真係唔同，樂壇班獎有好多部，其實電影都係㗎，電影都有一個更加專業嘅團體去做評，咪電影評論協會咯，係咪？佢早過香港金像獎頒咗獎俾《十九級十九歲的我》啦，係嘛？咁有冇人攞翻呢啲例子出嚟去睇或者去做對比咧？咁同埋藝術品都係㗎，係嘛？即係點解草芥平生嗰啲波點咁多人中意啫，亦都有人覺得學習恐懼症唔中意噶。咁甲方係咪又會覺得，於是咁樣草芥平生就唔係一個值得欣賞嘅藝術家咧？或者佢值得欣賞嗰一面係咪真係純粹多人中意，而唔係因為佢嗰啲創作過程裏面係有一啲本質令到佢個藝術之為藝術，而唔係好似我就畫幅畫，或者我畫嘅波點同佢畫嘅波點有咩唔同咧？我覺得大家其實最終係應該去探討到呢個位置嘅。如果甲方要咁樣開條線出嚟嘅話，但就冇啦，就停留咗只係一樣主觀嘅嘢，就唔應該有專業嘅人去評，同埋一樣專業嘅嘢就唔應該有主觀因素。而我覺得兩邊都講得太過絕對，但你又冇充足嘅時間去論證呢個絕對性或者嗰個哲學嘅意思喎。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比較浮淺，同埋係真係好困喺自己個戰場嗰度去。而嗰啲交鋒位係對我嚟講係好畸形嘅，因為你哋可以好有反應地回應緊一啲唔係對方講嘅嘢。咁我於是我覺得好辛苦，聽得齊咁啦。呢段時間留俾最後一位。
咁喺辯論場上有時都係講人話啫，其實即係講一啲嘅，即係你個立場，可能去到好極端嘅時候，你未必可以咁容易去同對方即係突顯對方嘅即係嗰個不合適嘅地方喺邊度。咁如果有任何一方會行得比較即係相對嚟講係即係我同我哋現實生活係貼近啲嘅，咁可能成件事就唔同。咁我睇甲乙雙方啦，咁我同其實兩對都係一啲即係唔同風格嘅辯論嚟嘅。咁啊，好似甲方咁啊，感覺上頭先上場講話。其實他們的一二副都沒什麼做推進的，基本上都是即除了這幾個例子的補充之外，都採取一個即問問題啊，即不斷質疑對方的情況在這裡。但是有些位置譬如即推進其實似乎真的不夠，譬如剛才說的就是即他說網壇要有網民選出，其實希望提升個參與度，又都讓網壇更加有個好的發展，你們這樣去說的。但是由始至終我都聽不到，其實你們即係呢個提升，大家有投票，有得禁制啦，有得係揀啦。咁點解嗰張名單，我會將成張名單刨曬，留曬所有即係當中嘅歌手或者樂隊，又再揀一個自己最中意嘅咁樣。咁呢個過程係點解會提升咗樂迷嘅質素呢？我覺得呢個由始至終即係甲方係冇乜點去講清楚嘅。我覺得呢位係講清楚少少。另一方面，你又不斷挑戰對方嘅即係啲評審係唔專業嘅，係啦，即係佢哋嘅唔專業嘅程度係點樣樣？因為你用很多反問句，用多次問句去問對方，但係自己其實你又冇乜點提出，即係何謂專業呢？因為你要將評判嗰個唔專業程度拉到同樂迷拉到一齊唔專業咧，咁其實你都要話俾我哋知何謂唔專業，何謂專業。咁呢個你面對公論正同嘅時間，你自己心中應該都有啊，即係尺度喺度。咁然後你先可以說服我哋，哦，其實佢係即係其實佢講啲嘢唔專業嘅喎，好多評審都其實都係係市場價值嘅啫喎，啲老闆可能。老闆投票嗰下，佢可能都係諗住即邊個歌手紅啲，可以捧捧紅啲佢。咁呢個可能都係佢哋嘅考慮喺度。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可能真係要即論證多少少啦。咁至於粵方啦，粵方就好明顯，我覺得係份稿係寫得靚。咁啊，整體上即從格即主辯嗰度結辯咧，其實個稿件係特別結辯嘅稿件係好清楚。因為有一點提到，即一路前面都冇乜點提過，就係姜圖啊，姜圖佢俾人評選咗攞咗最受熱評獎，其實佢都唔一定好開心。因為成件事都抹殺咗佢自己嘅努力，似乎人哋都會用呢件佢，即係話佢其實都靠人哋投票啫，就未必係因為佢自己嘅專業。我覺得呢件其實都講得幾好嘅，但係你哋嘅前場其實你二副啦，其實都冇乜點跟進呢件，因為如果話即係如果你營造到情況就係、個頭班獎咧，如果用樂迷選出咧，喺香港呢個情況下咧，可能係雙輸場面嚟嘅，即係專業用認真做音樂嘅人同埋認真做音樂人，可能未必都喺當中都攞到益處，對整個樂壇。我覺得呢啲位咧，其實真係可以做啲講得清楚啲嘅。咁另外就係有啲嘅，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做即係電視嚟，我對嗰個供電環節好陌生嘅。咁我見到大家供電咧都係揀咗主電嘅供電，我覺得策略上我喺度諗下，策略上其實應該唔揀主電，因為主電好輕鬆放鬆咗，你同自己份主電做咧。咁如果我覺得即係策略上挑戰咧，我覺得可以挑戰多後面一啲嘅段位，可能會更加對於。即係俾對方嘅壓力可能會更加大，因為佢有準備自己嗰邊資源，佢又要嚟反攻佢。咁我覺得策略上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情況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呢場比賽當中嘅時候一啲嘅即係可能注意留意嘅地方。但今場好多英文，所以我都唔知有冇申請好申請啊。咁但係都非常多英文嘅歌啊詞啊咁。我都同意，其實最終大家就真係縮窄咗喺叱咤或者有幾個歌手上。即如果你想像辯題，讓人感覺上你嘅資料啊、蒐集啊、你對啲辯題嘅理解啊，的確可以即係運用資料方面可以運用變得更加廣泛啲咁樣，或者你嘅圖片嘅即係鋪排可能會更加理想啲，高少少意見啊。